11500。我们是比较怎么说呢？是正常市面上的价格大概是15000一个小时。但是这个价格最好。就是如果说飞到香港的话，大概是35万差不多。35万。对。OK。15个人。加行李。15个人加行李。行李有限制。行李也是有限制的。一般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企业租用商？租用不一样的，就是大多数。对，我们没有，这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企业或者是什么人，就只要你付 charter rate 都是可以租的。那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做私人飞行呢，应该是讲四类客户啊。第一个当然是企业家本身啊，我自己之所以在这个这个行业投资呢，本身我自己我自己公司的这个全球业务啊，我们是全球业务投资，同时我们的产品也是向全球，所以我们自己有飞行全球飞行这个需要啊。那么在过去两年pandemic呢，我们也不敢让我们的同事去做这个商业航空，万一做商业航空，300个人中间有3个人、5个人感染。可能大家都感染，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本身有些高端的个人客户，他也会有这个需求啊，但是他不会长期使用这个。他说，我今天从 A 到 B 城市，就是飞这个来回一趟，那就单趟啊。第三个呢，就像大型企业，他们呢，这些很多企业，他也可能有些企业是他有自己的飞机，但是呢，他如果是有飞机，可能往往就是他公司董事长啊，公司 CEO 能做，那其他的高层还不一定有。有这个 privilege 能够坐的飞机嘛？那么他有时候坐一出那个旅行的话呢，他会包飞机当然他可能是好几个人包架飞机。但第三个呢，还有就讲组团像其实特别像国际航线的你像中国新中国才刚开放嘛，对吧？那中国新中国开放的话，过去两年好了，中国的包括亚洲大很多企业家是把飞机卖掉的。我讲去年的话，应该是2021年的话呢，这整个讲中国香港就是呢，大概有超过100架是被卖掉了，因为他们国内没开放过，他就不飞了嘛，不飞这飞私人飞机不飞你是有成本的那么呢，现在目前突然开放了，他发现他们这些人一旦习惯了私人旅行，再回到普通的这个航空公司，哪怕坐头等舱，他也觉得不方便不节省时间嘛，所以呢，这些人他也会再回到。他也包飞机，这个是飞机。登上这个湾流650的私人飞机。There's a brand new plane, huh? Brand new. Oh, can you just get the booties? They're right there. I'm gonna do like 5 at a time. 我们有几位 crew 在机上 ？Crew 是空姐还是机？总共的工作人员。是我们飞 international 4位。OK， 拍了2位，然后2个 attendant 的。OK， 来请进去。谢谢。这边有看到水果盘，然后还有香槟酒。想请问一下，我们等一下这个飞机起飞之前，我们乘客要做什么准备？还是说我们有一个行前的一个 briefing， 就是一个简报？一般我都是飞老板，所以不需要 briefing。但是我们客人不需要做任何准备，你们就舒服等待起飞就可以。是，那
一般我们坐民航机的时候要扣紧安全带，要把手机开到飞行模式，或是要把行李要放在什么，因为空姐都会很啰嗦。那我不晓得我们私人飞机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像你们的包包大型的放后面，像你们随身携带物品几乎都是随你们随便，你们舒服就好了。是，所以手机跟你们的安全带都是 by all means 你们想带带，但最好是带安全带，因为这比较安全。所以 FAA 没有规定这个私人飞机的乘客一定要起飞之前一定要做系满三点的安全带或者是什么。 FAA 还是就是有我们的 basic， 就是起飞降落 store TTL 嘛，所有的就是重量的东西全要 stow， 然后你们的行李啊大型都要摆放好，是是，然后安全带是要扣好。但是我们老板如果是天天老板说不需要带， okay， 那我们也是不会管的。了解了解，谢谢。这个就是私人飞机的优势，就是说比较随性一点，以客为尊。对，是是是是，你们是最大的。是是是，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在位置上就是一定要坐下来，而不可以在起降的时候走动啊？只包含那个厕所卫生设备都不能使用嘛？起飞降落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很短的时间。我们现在飞机是650最新的，所以起飞是很快的，所以不需要忍耐，不像大飞机有是是是 taxiing 啊，都很快，就很直接就拉起飞走了，是是。是是，那我们这个飞机飞的一般的巡航高度会飞到50000英尺高嘛，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乘客来讲，在这个是增压舱的环境嘛，对不对？不需要去担心氧气的问题，或是空气稀薄，是是是是是。那你刚刚有讲到我们手机的要放到飞行模式吗？还是不需要？不需要，因为我们自动有 WiFi， 你在飞上可以打电话，可以挂网，完全没问题。OK， 那 WiFi 这个信号是有锁密码吗？还是直接是有我们的密码，但是也每一次我们都是工作人员，包括老板上来都是自动 connected， 不需要的。哦，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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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是你们是固定在这工作还是临时的？哦，不是固定的，固定的，固定的，就这架飞机。对，就这架飞机，飞91。那你飞过最远的地方是？最远的吗？我们有刚刚去过迪拜，刚刚从香港，昨天晚上刚回来香港。对。哇，这个落地以后休息跟民航那些都是一样吗？不一样，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以老板为先的。啊，以老板。对，老板什么时候要走，我们都要走。就这样。对。很多专业问题你们可以问机长，因为我可能是是是是是是。那我们可以问一下，像你是全职在这架飞机吗？还是说好几架飞机都可以说是？老板的所有飞机，老板现在有3架飞机，所以都是。是是是是，等于是不好意思问一下你的经验，说你曾经在民航机已经服务了10年嘛，那应该可能已经promote到座舱长之类的。那你来这边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两种工作的形态有没有什么你个人感觉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有什么更多的挑战？在私人飞机上就更加的比较你自己的 style， 就是你想让老板，你也应该了解老板的需求，或者说老板的他的 standard 在哪里。那你做到尽善尽美，就他喜欢的食物你每次都要自己去买，包括他喜欢吃的东西你能做尽量在飞机上自己操作。然后我们像在大航班都是订餐制，作为 catering 公司服务我们，所以客人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没有比较一对一的服务吧。现在就是比较不一样，因为老板的喜好是要看我们工程来自己去探索，然后慢慢让他感觉更舒服，像家一样。因为他每次用这个飞机他就像家一样在休息啊睡觉，包括要铺床啊，这些在大航班都不需要。 OK OK，也就是说你服务的对象是非常 focus 在少数人嘛， 对不对？就像家人一样，你要对他从心里往外了解，然后去照顾他。是这样子的话，其实看一个人的个性比较如果了解个性的话，其实会比较更 easy 的嘛。对对对，你不需要去揣摩其他乘客。我喜欢 be honest， 我是喜欢现在的，然后跟老板的 relationship 也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这样子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包机的时候，那就不一定是老板亲自做乘客嘛？那可能有其他的客人上来。那在这个客人上来之前，因为是包机的客人嘛，是不是需要针对这些客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一些需要的话，要做一些准备？会的，我们会有线下会有一些coordinator， 他们会了解一下客人吃什么不吃什么，然后我
我们会帮客人准备一下。但 most likely 我只飞老板，那我来接触的其他客人就是老板的朋友，我老板的家人，是就不太会有。对，还是以老板为主。对，以老板为主。对。但做 charter 的话，so far 我前面一个老板也是请我雇，是跟我做固定的，所以我要是如果做 charter， 我觉得要针对吧，比如说这次航班有小朋友，你就要准备一些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对。如果有老人家，你可能就要提早把床铺好，就是类似的情况。OK。随性点。是，那再请教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如果我们是长班的话啊，那个长途旅行的话，可能要供应一餐到两餐的正餐嘛？那这个东西你刚刚有提到，你可能要帮忙做，那因为有些民航都是用空厨提供的嘛，那你们这边是不是有自己的空厨，还是说你们就个人就是有厨师在这个负责？没有厨师，但是我们自己私人飞机有私人飞机的 supporting， 所以他们是不同的，跟民航不一样的那种 catering 公司。那我会要求他做老板喜欢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半成品，然后上来我会加工。所以那私底下，比如说像老板的正餐，比如说羊排，我们老板就喜欢吃羊排了。那每次我都会帮他带羊排，那当然也不能一成不变。比如说我现在就发现老板也喜欢我吃，我做在冰箱做小馄饨啊、扬州拉面啊，这些他都很爱。是家乡口味。对，就他喜欢的时候，他想，比如早上起来他很没胃口，他就想吃个面，那我就帮他做一下。是。OK， 了解。那你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飞机上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厨房的设备吗？对，我们没有厨房哦，就只是前面那个小舱位，那个是我的厨房。对，那就是像微波炉或者电磁炉加热吗？没有，就是电磁炉啊，或者是没有微波炉，微波炉有的，但是我们有烤箱，最主要是食物用烤箱。然后我们这个新型的飞机的烤箱是有 steamer， OK， 可以煮饭了，对，可以煮很多东西，所以就很方便。然后像面啊什么的，这些都要自己用那种小电磁炉。OK， 觉得是要十八般武艺都要，就是要会的变通哦，变通多一点。是。大航班就按部就班嘛，大航班是有 position， 就是每一天每个点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不太有。我们现在在飞机起飞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飞机上来的很多贵宾。刚刚是采访这个空服员，对他工作的介绍。继续往里面走，哇，这边是浴室嘛，哦，看起来很特别，哇，哦，这行李舱，这后面有个睡觉的，真的，行李舱嘛，对，是，对，那这个飞机上应该有厕所嘛？这里啊，哦 ，OK，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厕所，哦，好特别啊。是，这比那个 RV 还精致。好，我们来看一下厕所。好，把灯打开。好，我们现在进到飞机上的厕所，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这是隐藏式的马桶，非常非常特别的。然后飞机的机尾有一个行李舱。好，这是盥洗，盥洗室，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在飞机的机尾马桶的位置。好，这上面还有放杂物间。好，那我们出来。Kenny 帮你照一张，来，要自摸了。来，非常幸运来。对啊，今天有这个机会上了这个飞机，这个刘姥姥见了大观园，这是不一样。飞机上面可以打麻将，我还可以自摸嘞。是哦，真的耶，在50000英尺高空上打麻将，不晓得会有什么感觉嘞。OK， 来开始。好。
好，今天很荣幸呢，因为我们的客人这个买了一架这个新的飞机，那他的新的航空公司现在也就总共有六架飞机在服务社区，所以说呢真的这个很高兴呢能够在这方把这个华人经营的这个航空公司介绍给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他现在这个做的是包机的业务，然后让我们这个 business owner 如果要去拜访这个客人，那因为这个多这个路程上面的话，那个时间上面比较重要的情况之下，哎，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好，谢谢谢谢谢谢你来。哦，好好好，那你就会开那个东升记者车，会开这个。哦，你要开了。Yes. Okay. Good.German night today. Okay. What's that? Yes. 可以看到飞机上面的座椅，集装水。然后这是一个扶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可以调声音大小，有耳机插座 USB, HDMI 接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装置。在每个座椅旁边有这个置物箱，在飞机的上面有灯光，有这个 fire attendant 冷气口。飞机的阴影，好，我们来看
下跑到头。可以看到跑到头，现在已经到了 Burbank 的机场，刚刚下了飞机，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身后的飞机。刚刚我们就坐这架飞机从 Venice 飞到 Burbank。太酷了，私人飞机，感觉就是不一样。Hello, hi,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另外一种飞那个私人飞机，哇、wow, ，so beautiful， 看起来是很豪，更豪华。
可以看到这个座椅很特别。好，我们继续往飞机里面走。